刹车吧，我告诉你啊，你现在下车还来得及啊。行，不下是不？住好了，今天就先这样啊。你先住这儿吧，这我之前房子，挺长时间没人住了，就是。行不？那我走了。等一下。啥事儿啊？干啥呀？真没完了，真讹上我了呗？不是哥，我没想讹你，我能求你帮我办件事吗？我以后会报答你的。接呀！我不想接。不是，这要是你朋友，赶紧接啊！正好来接你，就省得不用麻烦我了。就是他让我去见那两个男的的。接，免提啊，免提。喂，你去哪儿啊？找半天没找到你。我在外面呢，我今天不回去了。啊，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，我都跟人家说好了。大晚上的有啥事明天再说，行不？谁呀？你和谁在一块儿呀？你还挺能耐呀。哎，谁别给你管了，明天再说，挂了。我还想求你帮我办件事，哥。习惯了，说吧，啥事儿？我身份证还有包都在我闺蜜那呢，你能帮我取回来吗？要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怎么办？明天再办。睡觉，睡觉。